你为什么要健身？为了更好的身材，更强的心脏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流下的汗水可能还在保护你的牙齿？这听起来很奇怪，对吧？我们先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叫做慢性牙根感染。这是一种非常顽固的牙科疾病，它就像一个沉默的杀手，会慢慢吃掉你牙齿周围的骨头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骨质流失。而就在最近，一项发表在《自然科学报告》上的新研究。 发现了一个可能对抗这个问题的神奇组合，那就是定期锻炼加 Omega 三补充剂。研究发现，当这两者结合时，似乎能唤醒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帮它更好地去对抗这种慢性感染。结果就是炎症水平更低。更重要的是，牙齿周围的骨骼结构也更健康。但是，这里一定要画重点，就像你我之前聊过的，我们必须严谨。这项研究目前还处在动物实验阶段。 所以，我们还不能说锻炼和鱼油就能治好你的牙病。但这个发现的真正意义在于，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。那些我们熟知的好习惯，比如运动、摄入健康的脂肪，像 omega 三，它们对全身的抗炎作用，可能也正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，在悄悄保护着我们的口腔健康。这个新方向是不是很有启发？